是吗？嗯，对，我觉得每个区块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来。这边可以吗？这边吗？大声一点。你讲话大声一点哦。这样讲话大声一点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吗？哦，是今天呢，我走一个非常要怎么讲呢？有一点小巧思才能看得出来的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镂空，所以要当灯打下去的时候，才可以呈现出我整个下半身的线条。哇哦！然后前面走一个就是比较中空的设计。我的造型师们都非常紧张，然后他紧张到还去那个求四面佛，求神问佛，就希望今天红毯可以美美的这样。那你前一天有做什么特别的保养吗？哦，我前一天去健身了，因为那个臀部它是有一点点高叉的设计，所以它臀部一定要有一些肉才可以撑得起来，所以我的健身教练就是叫我疯狂深蹲。对，那你今天皮肤状况也很好哦。啊，是我昨天跟我先生有敷脸，我先生从来不敷脸的。为了昨天，求四面佛是求得奖？哦，不是我求啦，是我的造型师他们都比我紧张，然后我经纪人还下载塔罗牌的 app， 每天在按那个 app，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，天啊，我也太老神太太了吧。今天穿这样，老婆是会不高兴，或是觉得会不会在？因为我没有不高兴，就是一直很怕他走光或是跌倒。提醒他，比如说挺胸啊，或什么的。对。艾菲今天很性感，事业线有没有特别保养一下？事业线。哦，事业线有，我有特别稍微处理一下。昨天洗澡的时候，稍微就是提胸。